立委补选选情倒数中进入选前黄金周，所有候选人也都积极备战。属于金门区的候选人洪丽萍也在3月9号进行感恩大会，现场民众不畏风雨热力支持，国民党党团也派出大咖站台，不难看出洪丽萍的高人气。现在赶快进入现场画面。我们今天要邀请到我们多席委周县长，选洪丽萍就是帮金门的乡亲去争取应有的公道，对不对？对。应有的经费，对不对？对。应有的建设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相信咱这届选举，来当甲丽萍三个礼拜里，有咱国民党党团首位到三公，伊一定会发挥足大的力量，大公对不对啊？对。接下来，我们需要在中央。有真的关心金门乡亲福祉的洪丽萍，为大家将中央的资源跟经费挹注到金门，为大家争取更多中央的建设盖在金门。选一个上有我的到手的洪丽萍，直直欢迎，让我甲丽萍伫中央甲金门做一个来替咱的金门打拼，让咱的金门如来如好。告诉大家。只有洪丽萍当选，国民党当选，金门有前途。台湾各地金门的乡亲，3月16日一定要回来投予一号洪丽萍，大家好唔好？好。透过现场画面可以看到，所有金门乡亲以及国民党团们都不畏气候严寒。风雨无阻的到场支持，原本冷飕飕的阴雨天似乎也感受到现场热情，直接放晴。而感恩大会的主角洪丽萍也不负众望的对乡亲们许下承诺：丽萍这个出来参选，唯一的一件代志，就是要甲咱的乡亲站做一个，甲咱的县政府共同来打拼。丽萍绝对全力以赴，绝不推辞。拜托咱所有的乡亲时代，3月16日一定要继续给丽萍鼓励，给丽萍加油。选情告急，金门区国民党唯一支持的候选人洪丽萍，不仅拥有党团的全力澳援，也端出满满诚意，希望金门乡亲能全力支持。接下来就看3月16号大家是否能同心协力一起投篮。中时电子报综合报道。